小酒窝故意通过高滤镜的手段具有了颜值高的这么一个外观。那你怎么认定他故意呢？这还不够故意吗？那我就是想变好看一点，我怎么了？你好看了就会有人打赏啊？谁告诉你好看了就会有人打赏呀？人家还歌甜呢。就起码他是开了美颜的，对吧？他美颜之后肯定会更好看。难道开美颜还犯罪了吗？哪有人不开美颜呀？真的是一点都不懂女生，你们三个。如果平时嘛，你拍拍这个假照片哈，但是你用这个脸卖钱的时候，那我是不是也得赔钱啊？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卡粉男孩嘛。我不太了解这个主播啊，我也不太了解这个滤镜，是不是真的就完全把他变了一个人？哦，可以变的，可以变的，变得很厉害，超美的。对，都是吉他邪术，是不是？对，应该也没有那么夸张。有，完全就不是一个人。对，